车里声声带我们回那条胡同，要阳光穿梭成雾和微风，骑着车追逐的青葱记忆中，那座红墙琉璃瓦的故宫，与喧闹的生活不同，古朴宁静贯穿着平凡不平凡的春夏秋冬。一些话语好像一粒种子在青春生长，改变未来模样，有谁知道我想不想。曾经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，想快点长大，有人等待，有人去他乡，未来多漫长。如今各自走过悠悠的时光，我们都长大，终于认定爱才是信仰，不用再流浪。当年提出的问题慢慢在岁月之中找到答案，谁追过梦不留遗憾，最后回到这终身爱的地方。曾经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，想快点长大，终于认定爱才是信仰，不用再流浪。哒哒哒哒哒哒，谁的电话这么重要？我女朋友呢？呦呦呦呦呦，痴心一片啊！你呢？我不想去。漂亮，这可以啊，理由都懒得找，有个性啊！得，我自己去。哎，哥们，刚你说你叫郑什么来着？郑素年。郑素年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文化课考第一那个。不太清楚。就是你考500多分。哎，没想到咱俩一起试啊，我这运气太好了。小年年，请你吃个饭呀。啊，说就说，别动手。别害羞嘛。啊，以后咱们就是穿一条裤子的好兄弟啊。快让我抱一抱。哎呀，沾沾这个学霸的贵气。哎呀，小祖宗呢？别磨蹭了，车都来了，赶紧！完事了，快点！我说你拿这么多东西啊，你到机场得小心着点，看着点，别到时候丢一样。放心吧，我都这么大人了。再大你也是孩子。放好点啊。好了，包给我。好好学习啊。还有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抱一下。妈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让你和爸失望。保重啊，臭小子，走吧。走了。哎，儿子，给你点东西。干嘛？我又不缺钱。
爱他吧，恭喜你哦，咱们家儿子现在可出息，被保送了科技大学，争气。谢谢你啊，送给我这么好一儿子。其实我这些年心里挺怪你的，可现在我这几年吃的苦受的累都值了。那看见了吗？我可以一直带着呢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摘。我要让你啊，把你这辈子欠我的，连同下辈子一起还给你。你要加倍对我们爷俩好，不许再扔下我们俩先走，知道吗？岳老师，岳老师，啊，哎，门口有人找。哦，心杰，你怎么来了？没想到是我吧？你身体怎么样了？以前总躺着，身子越躺越颤，现在动动。这是什么呀？我想求你帮我把这个卖了。你放心，这不是偷的，是我自己画的。真好，早些年画的，以前不舍得，卖了干嘛呀？自己留着。前段时间又病了一场，家里揭不开锅了，武行快被我拖垮了，我实在没有门路，能求的人只剩下你了。心杰，我也只能试试。你知道，我也不认识什么太懂画的人。要不，我带你去见罗师傅。走，能卖个饭钱就行。我迷恋见识。就麻烦你了，你忙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心杰，你等等我啊，我去给你拿点钱啊。你骂我呢，非亲非故的，没谁欠着谁的，你能帮我这个忙，我就很感激了。先走了。东哥，谢谢你。同学们，你们现在已经是高三了，一定要好好想想，未来要考什么样的大学，选择什么专业，一定要有目标。你们看张琪多有目标，现在不也保送了吗？所以你们要提前做好选择。好，放学。
小雪，你想报什么志愿啊？哎，我还没想好呢。好羡慕你啊，目标那么明确。好吧，那我去上专业课了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朋友，你想好了吗？你报什么呀？没想好，我各方面都挺差的。哎，我也好纠结啊。我本来想问我爸妈的，但我觉得他们也不懂。嗯，明天周末我去问素年哥吧。真羡慕你，有那么多帮你拿主意的人。哎，吴欢，你呢？你报什么呀？我不打算上大学了。啊？已经在面试了。面试？我不是学习的料，准备工作了。做什么呀？物流。物流是什么？最近网购不是起来了吗？物流就是送货的，我觉得挺有发展的。对哦，现在上网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哎，你真有远见。别的不敢说，以后你们寄东西肯定都是免费。哎，这句话我可记住了啊。嗯，我先走了，你们慢慢聊，拜拜。拜拜。吴欢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怎么了？我想请你吃个饭，谢谢你帮我在超市找到工作。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，主管都跟我说了，你求他把你的工资发给我，还骗我说是涨薪了。主管怎么这样啊？他答应我不说的。该说，以后千万别再这样了。谢谢你啊，我先走了。吴欢，谢谢你把我当朋友。走了。嗯。猜猜，这是送给谁的？猜不出来吧？啊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是送给你的。谁送的？设计系系花薛宁。我天哪，白富美！哎，你要是顾虑你老家那小女朋友。我愿意献身。那你去吧。这老话说得好，朋友妻不可欺。拿来吧。哎，我就奇怪了，你说咱们追我们小年年呢，这身材，这长相，我都喜欢。我谢谢你了。哎，说正经的，你喜欢什么样类型姑娘？我给你介绍啊。没兴趣。没谈过恋爱，是不是？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没经验，那你是找对人了。这方面我太有经验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以前追我的女孩，那都是追的车跑的，人山人海。嗯，啥意思啊？不相信是不是？我不吹牛，这事儿啊，我能对天发誓。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先脱衣服，不然晒不干。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哎，来呀！
也不介绍介绍，这是谁呀？邻居妹妹。哦。我好像抓到小年年的死穴了啊！小年年，来走吧。啊，这就走了？怎么？你还想看？啊啊！不看，我走。哎，常来玩啊！啊，常来哟。说是邻居妹妹，你信吗？和你有关系吗？苏年哥，你室友看起来不太正经的样子，你小心别被带坏了。也就是裴叔，云生还好。我觉得他好像不太爱说话的样子。可能是因为他和他女朋友异地恋吧。哎，你觉得异地恋靠谱吗？我看挺多女孩子追他的，他都没动心思。还挺专一的，那挺好。那你多跟他玩，少跟裴叔接触。走吧，带你转转。嗯。哎，苏年哥，你什么时候喜欢喝咖啡了呀？偶尔尝试一下。对了，你今天来找我干嘛？那天老师问我们要学什么专业，我有点迷茫，你觉得呢？那叔叔阿姨怎么说？我妈当然是希望我考清华北大了，但我爸比较现实，他说顺其自然就好。你知道小语种吗？小语种是什么呀？我们那届有个女生想考小语种，但是我没太了解，只知道这个专业对英语要求很高。那学出来干嘛呀？那就看你喽，再不济你能当个翻译。翻译怎么了？翻译就已经够好的了。对呀，最不济也够好了，而且这个专业主要是考英语，也完全不怕。对呀，我语言天赋那么好。对呀，还这么自信。还是年哥了解我。好香啊。石音，你来了。送你的。谢谢。赶紧进来吧。石音来了。阿姨好，您认识我？总听吴欢提起你。啊。来，喝饮料。啊啊！手抖的毛病总好不了。那我没注意，我倒是觉得您的手真好看，手指又白又长，倒是能去当手模。这孩子真会说话。那当然了，诗音将来是要当主持人的，当然会说话。是吗？以后你去哪个台，告诉阿姨，我就看那个台。那我努力。哎，你坐坐啊，我先去忙。不是爱看看？哦，好。快要面试了，送你份正装。谢谢，我明天就穿上。吴欢，吴欢。唐亚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想来给你送个礼物。生日快乐！哎，姑娘，别走啊！你
你也是吴华的同学吧？嗯，阿姨好，过来坐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们吃吧，我先走了，谢谢阿姨。哎，别走啊，吴华生日，一起热闹啊！来，来都来了啊，来，过来坐。你们先聊着，我再去多加几个菜啊。我也不知道给你买什么，这件衬衫你工作的时候可以穿，你看看喜不喜欢。哟，这衣服真好看。生日快乐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这十一，这十一，十一，干嘛？你不吃了吗？不是有人给你过生日吗？我是真的不知道他要来。没关系啊，你们过呗。他也是好心来给我送礼物，你能不能别生气啊？我没生气。你可不可以别对他有那么大的敌意？能不能试着做朋友？我才不要跟他做朋友呢。你能不能别这么任性？任性？任性我会来给你过生日。好吧，以后我也不会再勉强你。你说什么？懒得跟你说。吃吧，你再等饭就凉了。你说这疯丫头到吃饭了也不回来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等你吃饭呢，快点儿。我不吃，我坐，你坐。It takes a great deal of courage to stand up to your enemies, but a great deal more to stand up to your friends. 你们猜什么意思？要挺身而出，对抗敌人，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但是，要挺身而出，对抗朋友，需要更大的勇气。你别对抗我们就行了。你们觉得我当翻译帅不帅 ？Yeah, of course. 喂，四年六吗？我决定了，我要学小语种。好，我支持你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有你的支持就够了。我就想跟你说这个，要是我不跟你说的话，我怕我今天晚上都睡不着觉。那就这样吧，晚安。晚安。拜拜。晚安，四年哥。哎呀，我发现这邻居妹妹挺粘人啊。答案的游戏吧。小年年害羞了。
肯定不是我的。喂，萱姐。军训怎么样？累不累啊？不累，你打电话来就不累了。谁在讲话？啊，刚才是我一个室友，开玩笑的。哦，那学校有没有漂亮女孩子追你啊？当然没有啊，谁都没有你好看。哎，那你要多出去转转哦，北京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呢。放心吧，我会带她去的。来来来来来。云姐啊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啊。好。刚才我那个室友啊，有病。你才有病。哎，苏年，来坐。怎么了？苏年，你能不能带我在北京转转？可以啊，想去哪儿？我想找一个好一点的丝绸铺子。你大男人逛什么丝绸铺子呀你？我帮我女朋友找的，她是做旗袍的。哟，江南秀女和英俊秦郎，有故事啊？说两句，说两句。就不告诉你。我不想听了。丝绸的话，我可以问问小雪的妈妈，她做纺织品修复的。纺织品修复，在哪儿啊？文修院。我想去看看。可以啊。我也去。要去自己去。苏年哥，苏年哥，你就带人家去嘛！哎，就这么设定了啊！哎呀，这里面我还没来过呢啊！在这上班好啊，在上班安静啊。哎，对了，他们在这上班有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？相信科学。苏年哥，哟，这不是邻居妹妹吗？啊，哟，这不是上次没有穿衣服的哥哥吗？怎么没上课呀？哦。我们学校今天给成人考试做考场，就放假了。我给我妈送饭，你们呢？我们呀，我带我这俩儿子出来逛逛。叔看着好年轻啊，不到50吧？你赢了。咱们想去文学院看看。嗯，那走吧，叔，走，带你去逛逛。走吧，叔叔。哎。叔叔早，叫哥哥。妈，阿姨，哎，阿姨，哎呀，宋年来了，岳阿姨，快让阿姨看看，一个多月没见你了，哎呀，你都瘦了。妈，你是看不见你闺女吗？我眼瞎吗？你有这么瞎啊？天天见。对了，阿姨，这是我大学室友，这是裴叔。阿姨好。哎，你好。这位是白云生。看阿姨。好久不见。刚才来的路上，我想了好多话要跟您说，但是看您现在过得还不错，就没什么可说的。再见吧。啥情况？本哥，本哥，
认识啊？嗯，算是认识吧。康阿姨和袁生都是苏州人。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呀？小雪，你瞎问什么呀？饭送完了吧？赶紧回家吧。没事儿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太久了，都快烂在肚子里了。我想说，小雪，你还记得照片里的那个人吧？嗯，他就是白云生的父亲。我年轻时爱上了他，却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家。苏年哥，你说康阿姨这事儿到底谁对谁错呀？感觉乱乱的。感情的事谁说得清楚啊？也许他们自己也不清楚。你怎么感觉一副很懂的样子？你是不是天天跟漂亮姐姐聊感情呢？目前跟我说话的女生都不超过三句。可是你寝室的室友看起来可不这样。那是他们。物以类聚，真的是。小雪，干嘛？最近是不是胖了呀？我没有。上车，我试试。是你就是。哎，感觉胖了不少啊。我没胖。就是胖。就是没有。就是胖，没有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慢点吃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，慢点儿，喂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吃。爸，哎，怎么不开灯啊？回来了啊？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跑，别跑，咪咪，过来。他怎么来了？你开学那一天。你刚走啊，他就自己窜着回来了，然后就不走了。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，不想去流浪。哎，你怎么今天突然回来了？啊，今天带同学参观文秋院，顺道回来一趟。啊，那你吃饭了没有？没。那正好我也没吃，我去做饭啊。哎，炸酱面，啊。爸，怎么没翻日历啊？这都九月了。啊？翻什么？日历。啊，我忘了。哎，忘了一个月。没事。我，哎呀，我把酱给扎糊了。哎呀，这，我现在老不做饭，手都生了。哎，宋爷，咱不吃了，我再重新做一碗去啊。不用了，爸，就着面吃，挺好的。
声音，你给我讲一下，就让听你说话。吴焕，你怎么才来呢？去面试了。怎么样呀？估计没戏。哎，别灰心，下一次一定能成功啊！加油。查了一下你家附近物流站的资料，虽然小点儿，但方便你照顾阿姨。谢谢。没事的，我查了之后才发现物流站真的很多，肯定能找到工作的。小雪，给我接水去。我刚喝完水。讨厌讨厌，为什么？他总是跟我抢，之前跟我抢你，现在又抢。我怎么没听明白呢？反正他总是跟我作对。可我看起来像你跟他作对。我怎么可能啊？你哪头的你？水龙头啊，你不是接水吗？你杯子呢？你接了，回头给我倒点。你们学艺术的呀，心思可真难猜。苏年学艺术，他跟你不一样。点兵点将，点到谁就吃谁，吃你。你可算回来了啊！快！你们不知道这几天我是怎么过的。坐。我不就走了一天吗？度日如年，小白白回来呀，是一句话都不说。我再怎么热情，他就只会，大人呢？上课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让他冷静一段时间也好。我看呀，只有冷，没有静。对了，你知道薛宁吧？不知道。设计细花你都不知道，就从军训开始一直追小白白那个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。小白白是满脸血，生人勿近，这姑娘倒好，一点不害怕，还硬往身上凑，一直从咱们寝室呀堵到了自习室去呢。懂你的也不少啊。嗨，那是不少。哎呀，可是没这质量。我就纳闷了啊，你说你跟小白白是不相上下，刚开学那会儿还好多姑娘打听你呢，现在都没音了。可能是因为我在班会上说了句话吧。说了啥呀？记得多用心，趁年旧日离离。
知人